扎实哦，它是一个内外车房的，所以非常的保暖，而且比较防风哦。然后弹力呢都可以穿到菜喽，而且它是有磅数的毛衣，所以穿久不容易变质，会松弛掉那种。面料的地方呢是刷毛的，非常的亲肤哦，而且领口呢可以立领穿，也不会太露哦。